大家好，夏季来了，现在的大温地区天气非常好，晴空万里。我今天在温哥华这里一所著名大学 UBC 啊，它这个校区里头开车啊行驶了一下，把这个 UBC 的这个校园景色给大家拍摄了下来。那么下面让我们就开始欣赏。UBC 这里的校园呢，绿化的是非常漂亮，啊，是花园的一个大学，到处是鲜花绿树。简单的，我们在这里头转一下，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校园景色，
大家好，现在天气很好哎。今天我在UBC 这个大学的校园里开车行驶了一下，拍摄了一下这个校园的美景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、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